各位嚟到兵工廠世界第幾集呢？是第八集的。咁即係好多謝大家不斷幫我哋擴散啦，同埋收睇我哋呢個節目。我哋有件事想話俾大家聽嘅，話說咧。我哋咧喺呢個季初嘅時候咧，今季嘅季初咧，我哋呢個節目就係叫做《阿仙奴球迷天地》嘅，即係未改名做《兵工廠世界》嘅。咁嗰陣時咧就啱啱咧就喺呢個咧，我哋嘅前度槍手咧就雲佩斯轉咗會啦，咁樣。咁我同 Tommy 咧即刻咧就馬上咧就拍低咗一集嘅。咁嗰一集出到嚟個反應咧，最初就麻麻地嘅啫嚇，但係估唔到喎，最近個反應咧。非常非常之咁熱烈喎！哇，真係以倍數增嘅。咁但係我哋又發現到一樣好好笑嘅嘢咧，就係原來睇嘅人咧係人哋球隊嘅球迷仲多過我哋自己兵工廠嘅球迷喎。係，冇錯。好嘢喎，真係多得好緊要添。係啦，多謝多謝。嗱，大家知道我係一個藝人，我亦都係一個製作人。喺我的角度嚟睇咧，製作一件事出嚟咧，最緊要係多人知道。多人去睇，無論你係贊又好，即係贊啊，當然最好啦。批評也好，批評就代表住唔係你啱，未必係我啱，只不過大家意見唔同咁解嘅啫。但係哇，嗰、那個收睇嘅人數，你知即係其實要話翻俾尤其是國內嘅球迷知道，香港係冇其他球迷嘅網上足球節目噶，係得我哋嘅啫。嗱，呢個要俾啲掌聲自己先嚇。咁同埋咧，個記錄不斷係由我哋所創嘅，即係話俾大家聽，而家我哋個數字不斷升嘅話，喺其他球迷佢哋冇呢啲節目，就算做嘅話，一段時間都追唔到我哋，所以我覺得係值得從一個製作上面的角度嚟講咧，係非常之值得自豪，即係話起碼我哋流露出嚟嘅，即係嗰個睇法係真嘅。真的話才有人感受得到，你才感受到我們認真的時候，你才會有一個大力的讚賞，或者一個你覺得非常不滿的情況。那一集 Tommy 不如這樣，或者一些國內的球迷就未看過的，雖然舊的了，但是我都想覺得在這裡就如果大家喜歡的或者什麼的話，我們再重新製作那個當日那個就沒有字幕版的，製作那個有字幕版簡體字幕版，即係我哋放翻上去俾內地啲球迷欣賞一下，都好啊，係嘛？睇下大家點解會嗰一集會嗰、那個以幾倍嘅倍數嗰、那個收聽收看人數，唔止係十幾倍啊！簡直我又冇咁誇張。有啊有啊有啊！平時嗰條數你計落去，真係有成十倍啊！咁啊變咗咧，亦都希望啦嚇，即係國內嘅槍迷亦都留言啊，俾翻啲意見啦。咁雖然季初講嘅嘢喺季尾而家出到嚟個結果就當然唔係我哋所原先最希望啦。不過問題，又冇得好講嘅喎，呢一樣嘢，我哋當日賣咗個當家嘅射手俾人哋，係咪先？而嗰個人咁重要，而賣咗俾人，我都覺得嗱，喺我自己嘅立場，賣咗就賣咗噶啦。不過咧，喺嗰個情況就係、是，我始終就係唔中意咧雲佩斯啊，即係依個人，大家知道邊個？我係唔中意雲佩斯喺去年六月份。你都未傾到成轉會嘅時候，你已經事先表明咗話唔續約，即係我覺得呢下嘢咧就比較缺德一啲嘅嚇，係同佢球技無關，佢球技係好嘅。我自己係啦，即係如果以一個運動員嚟講咧，佢個決定咧，你而家無可否認係啱嘅。如果以一個運動員嚟講，但係咧，如果我以一個球迷嚟講咧，我即係只可以講咧，佢唔會成為阿仙奴或者曼聯一個 legend。即我自己覺得佢永遠都唔會，即係佢可能會成一個，即係會係一個好出色嘅足球員，但係咧佢已經唔可以成為任何一個球隊嘅 icon， 任何一個即係嗱，我覺得你曼聯球迷會唔會覺得雲佩斯個地位會高過 C 朗，會高過朗尼，會高過簡東拿？唔會，唔係喎，而家朗尼驚啲喎。唔係，但係我點都覺得佢始終都係喺曼聯都係一個過客嘅球星，佢唔留低咗喺阿仙奴。佢唔留低喺阿仙奴，佢唔能夠成為阿仙奴一個 legend， 我覺得佢將會喺佢退役之後，總有一日你會後悔嘅。我覺得一定係。OK， Tommy 有咩後悔啊？冇啊，我覺得啦，即係冠軍依一樣嘢係可能係一個球員裏邊咧爭逐係好重要，但係唔代表你唔喺阿仙奴度真係攞唔到嘅。同埋我覺得你一啲嘢經過努力之後去攞，即係我不嬲覺得啦，你爬山嘅話。你如果你唔爬山，你永遠都係揸車上山嘅話，你唔知道爬山爬上山頂嗰個係嗰一樣嘢啊！即當然啦，佢係有去付出佢嘅努力，但係喺呢一刻，我對雲佩斯個人咧
冇乜，即係已經冇乜好感。即係我覺得，即係食碗面反碗底嗰啲嘢。即係我覺得阿仙奴咧賦予咗雲佩斯好多嘢嘅。嚇！無論當其時佢曾經話過強姦啦、雲家培育啦、球迷嘅支持啦，即係球星一個球星咧，你唔可以覺得淨係靠自己嘅天分，唔可以淨係靠自己嘅努力。你嘅舞會係賦予咗你好多嘢，你先能夠成為一個球星。嗯、但係你係去咗去一個層面，係傷害咗好多阿仙奴球迷。我相信咧，好多人都好唔開心嘅呢件事。嗯，咁我覺得係咯。嗯，嗱，當然啦，我亦都覺得阿仙奴佢做咗一個好錯嘅決定啦。當然，老闆睇嘅嘢同球迷睇嘅層面亦都唔同。嗯，咁佢哋要咗錢啦。冇錯。但係我覺得依2400万磅咧，係即係我咧係傷盡好多球迷嘅心咯。我自己到依一刻我都係咁樣講噶啦。聽完你頭先所講咧，其實有幾樣嘢咧。第一，當年雲佩斯強姦嘅事件咧，的而且確係幾大件事嘅。嗯。嚇！但係雲家喺呢啲處理手法上邊咧，一向都做得好好嘅。嗯。已經係將佢壓到最細。其實每一支英超嘅勁女或多或少都有啲球員唔生性曳曳嘅啦，即係車仔有、嗯、車仔有曼聯最多啦，曼聯又有幾個啦。咁阿仙奴其實都有嘅，但阿仙奴喺呢一方面俾人個感覺又唔太強烈。呢、這個因為雲家咧嗱，雲家咧就所持得非常之好。嗱，雲佩斯當年嘅事件好快可以盡速擺平啦。咁、嗯、我當然我哋唔知佢幕後做過啲咩嘢，但係呢件事原本係一件好大件事，強姦喎。嗯，佢真係坐，即係叫做拘留喎，係拘留都幾大件事。係被拘留過。嗱，另外啲球員，我好坦白講，我睇到當年係有啲問題嘅。而啲球員好快就隱咗形嘅。大家記唔記得斯雲奴啊？嗯，斯雲奴喺佢離開阿仙奴之前嗰屆嘅季尾有場波對米杜士堡，佢嘅表現係非常之出色，擺烏龍啦、誤傳啦，導致到嗰場波你應該係失咗三球俾米杜士堡啊！嗰場波我睇到，即係大家睇到，咦？斯雲奴有啲古怪嘅，跟住嗰屆佢就轉咗會啦，即刻。嗯。但係佢其實個能力啊，當打佢轉咗會應該係轉咗會切爾達先嘅。嗯。跟住先再係巴塞嘅，先轉會切爾達先嘅。嗱，呢個係一個問題，雲家好快地將件事擺平咗。另外一個查馬克，本嚟佢喺阿仙奴第一屆嚟到嘅時候，佢嘅表現係好好㗎，係咪？大半季，我覺得唔關事，因為當年雲佩斯嘅復出而係咧，後尾即係有啲第一屆完咗之後，有一啲即係逃色風波咁樣樣，牽涉到美國嗰邊嘅呢件事情之後，雲家就將佢撳到最低啦。即係有好多嘢咧，雲家個處理手法咧都可以係好有辦法地低調處理咗佢。所以其實我好同意 Tommy 頭先你所講，當年雲佩斯強姦嘅事件大家都已經甚至乎唔記得咗，因為從來都冇辦法渲染到出嚟呢一件事，係咪先？嗱，佢個處理手法好嘅，即係呢個因咧，佢一定要報嘅。或者好多球迷認為，咁佢都留低喺度八年啦，咁但係頭七年大家知道佢冇咁風光噶嘛。事實上亦都唔可以話咁有嘅叫助力，係舊年嘅表現好啦，咁啊先有一個叫助力。咁啊轉咗會過去，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嗱，我哋睇到一個唔願意接受嘅事實嚇，咁但係都要接受啦。其實呢個事實我自己個人睇法咧，我睇完雲佩斯開頭嘅季初嗰輪嘅表現之後咧，我已經調教緊自己嘅心情啦。即係我預計到季尾會有呢一刻嘅出現，即係佢捧杯，我覺得嗰啲拍手掌夾到歡呼啲閒事嚟嘅啫。Tommy 真係嘅，我都明嘅，即係我覺得希望球隊知恥就更負勇啦。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你衰咗，即係體育運動嚟嘅，咁你係體積分榜嘅，你輸咗啊，冇得不得不承認嘅。咁我覺得夾到歡呼或者係啲咩嘢，俾咗個風度出嚟，但係我覺得喺希望班球員、球隊高層喺內心裏邊，你起碼下季話俾我聽，你有啲雄心咯。唔係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一件話咩一件咁難受嘅事，即係其實呢種係種風度嚟嘅。好老實講，就算嗰隊唔係曼聯、曼城啊、車仔一樣要拍㗎啦。即係如果輪到你個彎，佢已經攞咗冠軍嘅話，呢個唔係咩問題嚟㗎。即係只不過有個咁巧合嘅關鍵人物出現咗啫嘛。咁我亦都相信佢本人自己亦都會。佢感情都會揸得好實嘅，佢都唔需要太外露嘅，係咪先？點樣揸得實咧？屌你做乜啫？你夠膽你講一啲對阿仙奴球迷不敬嘅説話咩？你夠膽講咩？作為一個職業球員，你夠膽講嘅話，你試下講啊！
好難講，我覺得當冠軍嘅氣氛上咗頭嘅時候，我好難講。佢會覺得，如果佢講一句，佢會覺得話佢嘅轉會係啱嘅，能夠攞到冠軍嘅。嗱，呢一句絕非一啲不敬嘅説話。嗯，呢句絕非一啲不敬嘅説話嚇。佢平即係佢或者而家會唔會慫恿其他前亞，即係佢嘅前亞仙奴隊友，即係而家亞仙奴嘅球員轉會離開亞仙奴？嗱，呢個咧先是我哋即係要將來要睇嘅事情啦。而家有個華美倫就俾佢碎緊嘅，即係啲傳媒炒作啦，呢一啲啦，又好難話百分之一百去證實嘅。不過我始終覺得喺呢個咁盡嘅環境，我寧願佢真係嚟到酋長球場，亞仙奴嘅球員拍手掌、夾道歡呼，全場嘅球迷都睇住呢一件事，因為呢一個咧，反而我覺得是曼聯或者費格遜今次幫助到亞仙奴一把的事情。因為你剛才所說到希望能夠球會看得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希望你下季大力改進，這個也是我希望看到的事情。而隨著亞仙奴因為球場的即是起球場那個債務的問題開始越來越穩定，咁應該嚟緊真係會有多啲錢去使，咁希望咧可以增強翻啲實力。以今時今日嚟講，就算雲佩斯冇離開，喺我心目中，即係我主觀嘅支持，但係都唔係英超嘅大熱門。好老實講，就算佢喺度，咁所以佢離開咗嘅時候，不如一切推倒重來再嚟過咯。咁今屆目前我哋仍然要為爭逐前四而努力。而家呢一個其實咩嘢講真都要靠自己，係咪啊？啱啊！而家爭前四其實嚟緊禮拜日對曼聯嗰一關，其實係和都好，都唔係好穩陣嘅啫。即係起碼一定要贏。但係近年我哋對曼聯，我諗大家都知道我哋即係對曼聯嘅成績都唔係幾好。即係唔好，純粹係唔好啊！即係如果以前嘅所謂強強對壘嚟講，根本呢一個已經唔係強強對壘嘅成績啦。嗯，係嘛？即係呢啲我哋其實我哋係好感性又好理性嘅，各位球迷，千祈唔好又批評我哋又感性又理性嗰啲啊！但又要睇喎，係啊，咁你又睇係咪先？嗱 ，OK， 嗱，講翻事實啦，我希望曼聯盡全力出擊，千祈唔好保留啊！我覺得如果你派一啲咧五三五四，或者唔好話五三五四，即係派啲半力出擊嘅人腳咧，嗱，呢個就真係不尊敬啦。啱嚇，而且英超啊，其實英超足總都有一種英超嘅賽會啊，應該話嚇，有一種不成文規定，喂，不嬲英格蘭足球球隊每一支都要派盡可能派最好嘅陣容噶啦。當日唔知狼隊新特蘭之前對碰之前嗰場波咩新特蘭係咪啊？定係狼隊啊？派咗大量嘅副選都要俾追究問話嘅。咁我希望曼聯盡全力出擊。依場波邊一隊勝和負都好，我覺得盡全力打翻場好波咁就得啦。好老實講，即係而家我覺得呢個係殘，即係呢個所謂啊，人哋揶揄或者係球迷自己認為殘酷嘅事實，我覺得正正係一個咧好好地咧，好過你球迷喺度怨聲載道。我覺得呢個場面嘅事實正好係話俾高層聽，話翻俾班老細聽，呢個反而最有力嘅一個嘅控訴或者係推動佢哋咧，真係肯放翻個投入出嚟，我覺得係好事喎。我覺得始終即係咁多場英超啦，輸咗就係輸咗，而去到依一刻咧，不之前可能大家都希望唔想發生，但係最後真係發生，我覺得依一樣嘢咧係冥冥中，我真係覺得真係冥冥中，即係。曼聯失咗分之後，你又冇諗過，以為曼城一定會贏熱刺啊？你冇諗過，以為計下數，你嚟唔使，最後又真係估你唔到，覺得如果冥冥中有主宰嘅，咁咪接受咯。係咯，即係呢個係咪就係整定係咁樣樣嘅咯？咁所以，但係你會見到點解會有呢一步呢？亦真係咁巧合，係啊，咪就係話俾你聽，呢個就係好好嘅一個反彈嘅信息啦，係咪先？我哋咪又即管睇下下一季嘅亞仙奴可唔可以反彈？嗱，係唔係冠軍都好，起碼就保持翻一定嘅競逐能力先啦，係咪啊？即係今季嘅目標已經得翻前四㗎啦，我覺得大家嘅焦點，禮拜日焦點係贏曼聯嘅啫。即係我覺得，即係打一場好波啦，或者點樣攞三分啦，而唔係話再繼續去討論話好慘啊，要歡迎曼聯啊！我覺得已經喺我嚟講已經冇啦，即係唔需要去理會啦。因為一早知道曼聯攞冠軍，大家都知道早三四個禮拜，大家都覺得曼聯攞緊冠軍㗎啦。咁既然係咁嘅話，即係嗰個突爆其實
於我同 Tommy 嘅立場嚟講，其實冇乜嘢，因為係啦，一早已經放甩咗曼城咁多，一早預咗個冠軍係你嘅咧，即係唔會話第二強嚇，點解你係冠軍？即係根本嗰個嘢已經做足曬心理準備，其實呢個係好事啊，呢個好事。我甚至乎會俾掌聲，我都會，我係俾掌聲，我哋啲球員真係太有風度啦，真係好啊，非常之有風度。大佬你知啦，係咪先？嗰啲唔握手啊、唔揸牌嘅事件咧，又話會追究啊嘛，跟住球會又會出官方聲明道歉噶嘛，係咪先？咁作為球迷嘅，我支持球員當日所在場嘅每一個嘅歡迎嘅舉動嘅。呢個是好事，係咪先？係咪先？鐵證證據，年年放人啦嗱，得你點啊嗱？喂，我哋之前嗰集嗰陣時最多球迷睇嗰集，嗰時桑治都未走添，係咪？而家又走埋啦，係啊，佢又走咗啦。過去西甲又有冠軍啦，嚇，咁啊幾好。但係我始終都覺得，你咁樣離開啦，即係我再講啦，雲佩斯咁樣離開，永遠都唔會成為一間球隊嘅 legend。我真的覺得希望所有球員知道有一樣嘢叫做飲水思源。在歷史上面，無論你是不是兵工廠球迷都好，大家記不記得呢？差不多29、30歲的球星才離開一支自己效力了長期的球隊，而轉投另外一支球隊，究竟可不可以成為一個球會的傳奇呢？以前英格蘭熱刺的中場河道在他29、30歲之年離開了熱刺，效力哪隊大家都會記得，是法國的球會摩納哥。他幫摩納哥也都拿過聯賽冠軍，而當時摩納哥的領隊就是雲加了。河道當時離開的時候，法國即是現在歐洲足協的主席柏天尼都說，哇，差不多接近三張嘢先至離開，就有啲遲咗啲。不過河道嘅技術應該可以冇問題嘅咁樣樣。咁佢喺波納哥打過幾屆出色嘅好波，不過冇乜代表性嘅，其實冇乜代表性。好啦，另外一位29歲先離開祖雲達斯嘅，就係亦都同法國有關，法國球王斯丹。但他跟住轉咗會嗰間係祖雲達斯，你話佢係咪祖你唔係佢跟住轉去皇家馬德里，你話佢係從祖雲達斯轉去皇家馬德里，咁你話佢係咪皇馬嘅傳奇呢？以球王級嘅身份都可以成為其中之即係一個要講到嘅人物咯，喺皇馬。大話最重要啦。咁但係佢喺皇馬而家係新任要職啦，咁佢嘅仔亦都喺皇馬青年軍踢波啦，咁樣樣係咪真係一個傳奇呢？我覺得唔係。即係如果第一個皇馬要噏到個傳奇，可能後生仔嗰啲球迷唔記得㗎啦，係迪史提芬奴咯，嚇，即係呢個50年代風光嘅人物咯，這個就真係傳奇咯。OK， 而家嚟到呢個雲佩斯，又係29歲之齡，轉咗會過曼聯，啊，能唔能夠成為傳奇？佢一定翻唔到去阿仙奴啦，咁啊睇佢喺曼聯自己做法啦，我唔睇好㗎啦。其實就已經係人哋嘅人就冇話咁計較啦。咁呢2400萬磅究竟係得係失，定係可以買到個其實最緊要嘅後果教訓翻嚟咧？咁我希望係呢一樣嘢啦。咁啊，所以咧個2400萬磅用就用喺再下一季，冇用過噶嘛，大家知嘅啦。一來一回，其實我哋今屆轉會係零嘅。零嘅，如果季前嚟講嚇，係買咗個蒙維爾先至突翻少少出嚟嘅啫。OK 喎，我覺得阿仙奴嘅球迷向前看，向前面看，其實冇嘢嘅，有咩啫？冇妹啊！我陪你一齊拍手掌，啊！阿仙奴當日編11個證書，我陪你一齊拍，有咩所謂啊？俾翻啲風度出嚟好唔好？但最緊要嘅就係，我希望我哋呢個節目除咗阿仙奴嘅球迷之外，曼聯的球迷、利物浦的球迷、車路士的球迷、熱刺的球迷、愛華頓的球迷一起來捧場，就是這樣說，因為很可能你不知道哪一集會講正你們那間球會的。那去到今天舒服一點沒有？沒有，很舒服的了。實有人留言說什麼那些死雞撐飯蓋啊，可能還在那裡什麼打飛機啊，打 JJ 那些，我老實說就冇啊，坦蕩蕩，因為唔係嗱，好簡單一句，而家嚟緊嘅阿仙奴剩翻四場聯賽啦，即係喺我哋錄影呢一集節目嚟講啦，之前其實每一場都係當決賽打噶啦，啱啊。咁我覺得，如果以決賽論嘅話，喺決賽嘅任何一個對手都係同等份量嘅，即係跟住嚟緊曼聯嘅又好 ，QPR 嘅又好，我都覺得係同一支球隊嚟嘅啫，最緊要自己打好佢 ，OK。
大家贊成的話，你贊成的話，今集就要收工，就要擴散啦，擴散啦嚇，記得擴散。OK， 下一集的兵工廠世界再見，拜拜。Singing a song, here is a song.